这几日东方洛多在山洞内研读医书，偶尔外出采药，看起来并无什么异常。我是让你暗中保护他，不是监视。不过是保护之余，顺带记录一下日常罢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真的如此相信东方洛？信任是没错，但是也得建立在客观观察、分析、评估的基础上。盲目的信任，并不是明智之举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担心你因为过去之事影响了今日判断，这对你、对涂山，甚至是对东方洛来说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。雅雅已经去丁少南公示了，他既与石姬合作，必然暗中会有勾结。等等看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但愿如此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得先继续盯着他。放心，倘若他真的无辜，我可以保证，他自始至终都不会知晓此事。